大家好，我是李乾宽，很高兴担任第二届增加国际电影节的荣誉主席。加拿大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一个拍电影的好地方。我曾经在这儿为了19世纪一个华工的修太平洋铁路题材，在加拿大东西部走过，哎呀，太美了，真是个拍电影的好地方。中加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啊，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一个文化载体，让它成为加强促进中加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的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非常高兴地和同志们、和朋友们、和女士们、先生们一起，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前景，我们共同努力。祝第二届增加国际电影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